但我假装被钉子砸到手。叮叮叮！啊啊！天空是蔚蓝色，窗外有千只鹤。你在干嘛？喝果汁茶。你把吸管插到不同的图案，就能喝出不同的口味。哪个跟你说了？怎么可能？一听就知道是骗的。前调是红犀柚，冬调是草莓，后调是荆棘汁，确实不同。你在干嘛？你要从不同位置喝，口味不一样哦。哪个说的？这你都信？清香型的柠檬，浓香型的苹果，尖香型的桃汁，还有酱香型的乌龙，妙啊！琳达，你要不要来试试？哪个手手呀？有甜有酸，再回甘，最后还有那么一丝的苦涩。搓四个洞就能喝出四种口味，哪个说的？哎呦我的妈！我让你准备健康食品啊，你给我整原生态的，这带泥的能吃啊？炸！健康光靠吃还是不行，周总的运动量太少。都跑10万步了，还要跑吗？已经快要出国了哦。渔民小兵，奶奶和平用英语怎么说 ？Granny peace。年轻泥土离开秋，用英语怎么说 ？Junior mud leaf pool。渔民小兵，膝盖眼睛战争院子，战争眼睛膝盖，我分享闭音链之我连起来怎么读？你爱我 ，your world 爱你，你 share 并 chant near me， 你还会唱歌啊，不错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你 share 并 chant 甜蜜蜜。周总不会做饭呢，你要是能把他教会了，给你加奖金。首先准备一碗纯净新鲜的食材，做锅热水，倒进锅里爆炒，多翻炒两下，使其绽放出5倍的香味，加点农夫山泉调味，能让白开水的味道更加的多元。盖上盖子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来烹饪。美味的白开水就做好啦。我让你准备午餐，你给我搞一堆生的，你让周总怎么吃吗？这真不行。电热杯不仅能打火锅，还能分区烫，这样就不会串味哦。做这么多啊，谁吃得完呢？
领导还没来吗？啊，他在路上了，马上就到了。哦，嗯，这不是我们的酒吗？怎么给他呢？吹吹吹吹牛！你瞧不起谁呢？你以为说我怕你啊？来，拍。来，给我们周总买一张。真是高手。这是高手，哇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飞机，哪个成年人会玩啊？炸！周总的飞机飞不起来了，你要是能让他飞开心了，给你加奖金。周总，你先按照这个边边把它画出来，按照这上面的虚线把它折起来，然后我们的悬浮纸飞机就做好了。周总，你看在这个地方签字就可以了，走的时候非常的完美，对不对？走走走，这边这边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周总，拜拜。再见了，妈妈，请管我就有缘啊。你在干嘛？玩冰箱啊！你敲一下它，门就会自动打开。怎么可能？你当冰箱是门？哦、你看，它真的可以打开的。你在干嘛？玩冰箱啊！箱啊，你看，它还可以播音乐呢。怎么可能？你当它是音效？干嘛呢？玩冰箱啊！你看，它还可以炒酸奶。怎么可能啊？你当冰箱是炒酸奶机？来，你也来一个。你们在干嘛？玩冰箱啊！你看，它还可以控制全屋家电。怎么可能？你当它？云米冰箱，关灯。周总，你怎么把灯都关了？对呀、啊，我还要敲冰箱，我还要听音乐了。Hey Siri， 伤心的蜜蜂用英语怎么说 ？Sad bee。小易小易，搞笑泥浆去尿，用英语怎么说 ？Run 你妈的狗屁！高头戏你玩不起。小鸡，小鸭，朱总，要不试一下这台新手机？请问你搞坏家机？嗨 Siri， 加盒子盒子买号号聊天一个每个时间砰砰，用英语连起来怎么说 ？Home sun sun by gun gun， share one each time ban ban。还能唱歌啊，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糖拌拌